纪念币，特别有意义啊！所以来这里排排做个纪念，几乎都会买，对，纪念特别想要买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任女总统。手上几罐号码牌一大早就排队排得抢抢棍，就是因为看上一人纪念币，不管是金币还是银币，通通限定现金购买，总发行量6万套，除了总行供应600套以外，每间分行都只有配给一至200套的数量。逢抢纪念币还有上班族揪团排队，非要买到手才上班。纪念价值当传家宝，总统就职不止纪念币夯，就连纪念酒也同样热卖。 台面上拿出来一共四款，全都是先前客人预定的纪念酒。台面上看不到的还有这款6年陈高，不仅卖到缺货，预购还得等3到6个月。今天是520岁过来的，对对对。新闻说到今天为止，那所以我就今天跑来看一下最后的机会。 由名家聂永真操刀设计，瓶身经过繁复上釉处理，主打纯手工。每支陈高瓶身都有些许不同，独特性高，销售量估计已经超出6万瓶。520预购最终日热销到最高点。6年陈高这支总统纪念酒，截至昨天下午为止的预购量已经全数的预购完毕了，来电客数大概有200多个人。 那预购的品质呢，大概有1300多品。新任总统、副总统上任，民众抢买纪念币、纪念酒，就是要赶在520这天买到手，搭上就职热潮。记者詹品宏、王世涵、纪冠宏、陈文杰，台中台北报道。